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高不高兴？开心。掌声有没得？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现在是下午的1:30，我现在的位置在四川成都重庆的万达广场。万达广场里面有一家铺面，挤满了很多人呢，好像在抢购什么。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现在来到这个铺面这里了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么多人围着这个铺面呢，还有很多人手上拿着钱，想去买这个推销老板手上的产品。猜猜这个老板卖的是啥？这个老板一直在不停地说，口才是真的好啊，一直在不断地吊这些顾客的胃口。他说他要把这个产品很便宜地卖给这些顾客，叫这些顾客把钱准备好，每人准备30块，要递在手上。他要数一下到底有多少人想买这个东西。其实这家店铺就是卖一个儿童智能学习机的，但是他这个学习机卖的真的是很便宜，外面最少都是200-300的，他这里只卖30块。但是我又没有看到他把这个学习机30块卖给那些学生家长，不知道在玩的是什么套路啊。申请是一个家嘛，干啥子？你给你们每个人配送一张，大家说句话好不好？开不开心？开心。高不高兴？开心。掌声有没得？有。行了行了，我要你们那些微博做到的，心不甘情愿不情不愿的巴巴掌我都不来了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卖学习机那个铺面是人山人海呀、啊，不知道老板是怎么做到的，这个学习机卖30块钱，导致大量的学生家长抢购啊！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套路啊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其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